来新疆的家人们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，今天就给你们亲眼记录一下我跟一家人出来游玩的日常。现在呢，准备跟弟弟杰去坐热气球，俯瞰一下整个特克斯八卦镇的全景。给大家体验一下780块的八卦城视角，记录一下人生中第一次骑马，还挺上手。哇，真有意思，而且它好快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怎么有拍照这么好看的弟弟啊？姐，你给我知足啊！要不闻一下，这是不是你喝酒的味道？你太坏了吧！他闻了，这是渗透闻了的。哈？这个就是什么新疆的鬼肉拌面。都不知道是不是吃的不正宗的原因啊，感觉一般。鸡皮给你吃，超级优质。哎，这怎么行呢？说实话了，鸡皮这么劣质的东西怎么能给家人吃呢？这种东西我来承担吧。今天呢是咱姐的生日，所以说咱们给她一点小惊喜。姐姐，生日快乐！要不要看一下你的支付宝？哦，因为我从来没送过我姐生日礼物，所以她很开心。来新疆吃的实在太难了，吃点一升级。你的奇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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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奇葩。